我唱歌不知不觉唱了好多年，也有属于自己的创作，但是最近真的遇到瓶颈了，因为怎么写也写不出自己满意的歌，所以我想做一些歌唱以外的事情，就当作是逃避也好，休息也好。我相信每个人小时候都一定写过这个主题的作文，我的志愿。那我小时候志愿曾经写过想当医生、师、歌手、导演。那歌手的志愿已经达成了，真的没有想到这一次可以让我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实现小时候的另外两个志愿，那就是老师和导演。心情觉得如何？哇，我今天心情超紧张超兴奋的。不过告诉你哦，这班的学生呢是真的怎么样？真的很难教，这班学生的性格啊很坏又很怪的。校长你放心，我喜欢老师这个工作，就是要把坏学生教成好学生，这样才有挑战性。还有啊，你的 EQ 和 IQ 啊要很高的哦，要不然你很短命呢。真的那么难教啊？不过我相信以我亲切又善良的性格，一定能够打动他们的心的。你负责的班就在那边，好好加油。谢谢校长。等一下，在故事还没有开始前，让我来一一介绍这一班的学生，因为他们太有特色了。首先跟大家介绍的这位就是小玉，是位留级生，因为他的性格比较强悍霸道爱惹事，所以自然而然大家都很怕他，他说什么呢大家都很尊重他。他的死对头是大勇，这一位就是大勇，性格搞怪爱捉弄人，严重怀疑他上辈子是打猎的，因为他总爱拿着塑胶圈乱射东西。遇到不喜欢的老师，他就会负责想办法对付老师。我有痛耶。这一位体型胖胖很可爱的就是 Benny， 他是大勇的好朋友，我们都叫他 PSY2， 因为他长得的确很像 PSY。 他的爱好就是吃，所以你可以在他书包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食物。不过他也有很好的性格，就是够 brother， 够义气。完了，哎呀，看功课。那么这位就是大家都爱抄他功课的阿凯啦，他是学校里的校草，性格算是全班里面比较温驯的，但是因为受坏学生的影响，所以偶尔也会有一点点的捣蛋。这位就是阿三，是一个留级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的学生，性格非常非常的三八，很爱美，超爱看帅哥，非常崇拜小玉，每天都跟小玉黏在一起。小姐，功课检查在你吗？他是龅牙哥，性格好玩幽默随性，爱车大炮爱耍帅，不爱念书，看美女呢就是他最大的兴趣。不用紧啊，可以。大家好，很像那个钟声钟哦。对他喊啊，一看就知道不是钟声钟啦，用脑子想一想啊，做什么在这里找书啊。哇，有这么帅的老师教书，我放学都感念呢。I love you。哎，够啦！哇，
cikgu ni gua handsome mo. Tapi lah saya gua handsome mah, tahu dia kan.说来说去，只是为了称赞自己很 handsome 就对了啦，别打你啊！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吵了，我是你们的华语老师，我叫王老师。我的教课方式呢，其实很简单，你们只要把我当成自己的朋友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问我，好不好？真的假的，王老师，你把我们当成是好朋友啊？哎。这样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不用怕啦，啊 ，best friend 啦 ，best friend， 哎，哎，老师，等一下，老师，先不要吵，先不要吵，你们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来，乖乖，是的，老师有多少跟你们讲？我希望大家的配合，我会很用心的教你们华语，因为呢。华语是我们最重要的语言之一，我当然希望你们每一位呢，都会考上。废话一大堆。哎，不过老师，我看你哦，真的是很像钟圣钟嘞。哎，怎么不会唱那歌啊？我唱几句一下 ，OK？ 最后一次恋爱，我们跟你唱。等一下，下课后把簿子交上来啊。老师要上洗手间下。老师，哥哥们中奖了。中那一张啊！你们很快了，讨厌讨厌。悲伤，你笑我眼睛亮。你来讲，你来讲。起来去啊！交下朋友不可以呢。交交交，叫喜欢交啊，吃香蕉啊你，吃香蕉啊你。哎呦，交个朋友罢了嘛。我们兄弟泡妞的事，你们少来管。要喽，万叔叔呢？告诉你们啊，够了，你给我死开啊，死开啊！你要打了是吗？你不要以为你是女生不敢打你哦。打啊！打！就被打了。打！打！好了好了，没事了，你们不要这样子吵。你们男生啊，不要这样子建议女生。我来上课了，回去吧。嗯，回去记住啊，记住啊。以后你要跟他抱，不要跟我吵啊。才没有，看你一次打你一次。各位同学们，今天我们需要班花。是，我们需要班。哎呀，他老了，
我说的班花不是那个班花，哎，我是要你们把那个很重的花盆从这边搬到那边去。啊，原来是这样啊！笑我吗？笑你又怎样？你不要以为你是女孩子哦，我可以叫我兄弟来打你了啊！打喽，来啦来啦，兄弟啊！哟，我好怕啊！我好怕啊！我们，你们两个给我记住！哇，来了！考试快到了，你们都温习功课了吗？不过我看呐，你们也不需要温习啦。我怎么教你们都不会，我可以说啊，你们是全校最烂的一班呢。跟你们解释，你们也不明白。不明白也不要问，问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怎么会有这么烂的学生呢？你说到了没有啊？你讲什么马话啊？对了对了，老师你这样说话，很伤我们的自尊心嘞。哼，过分嘞。哎呦，骂人家白痴没用，你自己是什么？好像巫婆这样凶嘞！不要吵，不要吵，我们做学生要尊师重道，拿神经病就够了。你们现在是什么态度啊？我是你们的老师啊！你怎样？了不起呗！你们真的很没有礼貌哎！玄凤，刚刚顶嘴的，拿着椅子跟我到外面去罚站。不要，嘿，你们现在是什么态度？妈妈说做人要潇洒。怎么会这么没有礼貌的学生呢？尊师重道不知道吗？礼义廉耻不知道吗？身为一名老师教书已经很辛苦啦，我讲一句你们顶十句，这么不听话是要我打电话给校长请你们的家长来到学校看看他们养育了什么样的孩子是吗？别以为我不敢啊！我是要打电话给校长了。一个两个什么态度啊？你们看看，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栋梁，你们一个两个不要学他们这样。不要上课的，要顶嘴的，到外面去。老师的课室只收好学生、乖学生，我只教好的学生。这些烂的学生，老师不要。两位同学，现在是有地震吗？站不会站好好哦，做人站都不会，你们两个什么态度啊？站好好会知道吗？你是什么态度？还顶嘴是吗？还顶嘴是吗？啊，白痴啊！你过来吧、啊！你们太过分了，竟然打老师！我现在就去找校长，看你们会被开除。这样子吧，别过分了，帮啊！你们的事情荣老师已经告诉我了，所以我必须要开除你们。为什么？那明明就是韩星过分。就是啊，校长，根本就是那荣老师太过分了。不行，因为你们犯了大错，所以我必须严格的惩罚你们，开除你们。校长，不要这样了，再给一次机会可以吗？对啊，校长，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吗？不行，请出去。校长，不要这样了。校长，如果你不原谅我们的话，我们就站在外面晒太阳等你原谅为止。
学长。校长。校长啊。校长，求你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相信经过这次的教训，他们不会再犯错了。你这样子会宠坏学生，以后在学校就无法无天。没事的话可以出去。校长，如果你不原谅他们，我愿意陪他们一起站，直到你气消为止。我还有事。不要太绝望，知道吗？你们还有我，我会陪你们度过难关的。原来王老师是一位这么好的老师。突然觉得王老师好 man 哦，有你在我们身边，好有安全感。我们对老师改观了，老师的人的确很好，一直很真心地帮助我们，我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就好像朋友一样。师姐，你要我们今天准备啊？对呀、啊，老师根本来不及耶，除非接下来的功课不用做咯。不要诸多借口，只要每天放学都留下来，肯定来得及啊！讨厌咯，放学后我已经 make appointment 要洗脸了耶，皮肤都干咯。哎呦，大姨妈今天好不容易请我们吃 KFC 嘞，你看不用吃了咯，闲了咯。Hello man， 我每天都有补习的嘞，补习费都缴了，我哪里可以不去嘞？我老，你早不讲我不讲，偏偏就是时间将近的时候你才讲。我跟你们讲，这个星期通通约会给我取消，都给我留下来学校给我布置，还有教师节要呈现一些节目，让我好好观赏。说过嘛，我是你们的朋友，只要你们遇到困难，我一定尽量帮你们的。真的，好棒！老师真的好帅，好帅，好棒！天空，我在这，什么事情都想不通。阳光是你朋友，把你搂入怀中，微风没在左右，给你加油。一路上难免有
有些坑坑洞洞跨越了，受过了伤也带笑容。别忘最初的梦，留住每个感动，还有爱和期待，世界变不同。嘟嘟嘟嘟嘟，唱着属于你的节奏。嘟嘟嘟嘟嘟，抓住自己多么轻松。别管那小伤口，它让你更出众。成长中总有痛，坚持绝不回头。嘟嘟嘟嘟嘟，穿着一个自信的我。嘟嘟嘟嘟嘟。这都是你们布置的吗？对呀，我布置的是不是很漂亮呢？还有进步的空间。好，看你们表演什么给我看。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最最最最最最，哎 ，sorry， 是第二漂亮的阿生。今天是教师节嘛，对不对？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哦！我们今天会准备很多很精彩的节目给大家慢慢的欣赏。好，我们现在第一位登场的是我们班上最出名的 PFY。No, no, no.
管啊。你的伤势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可能就这样一直昏迷下去，永远都醒不过来；第二，除非是奇迹。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好后悔，好后悔。老师，真的很对不起，都是我一时贪玩。三个床处那么大的火，老师，你醒醒好吗？小玉，你也不要太难过了，我相信好人有好报，王老师人那么好，他一定很快就会康复的。亲爱的天父，求求你保佑王老师可以渡过难关。我们真的知错了，我以后会好好的珍惜和关心身边人的。主啊，求一下让王老师醒过来，保佑王老师平安无事，要不然我们真的会相信一世。保佑保佑，保佑保佑。知错了，我也受到教训，你怎么可以就这样一直昏迷不醒？我们大家很不想再看到你这个样子了，老师，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在等你醒来？以前我们都一直以为老师都常常针对我们，常常看不起我们这些烂学生。可是自从你来了之后，我们才领悟到，原来最大的功劳是老师。老师啊，你醒醒好吗？
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大勇、阿凯、龅牙哥、连你还有阿三，我们大家都考到很好的成绩。对啊，老师，我人生中考到最好的成绩就是这一次了。我求求你赶快醒来，老师。老师，求求你，我们等你看，我们考到很好的成绩。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不是啊。老师的手指动了，我去找医生。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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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还有动静了。你先等一下。医生，怎么样了？病人很快就会醒来了，真的是奇迹，恭喜你们！谢谢你医生，谢谢。太好了，老师，医生说你很快就会醒来了，太好了。三，赶快打电话给他们报信。对对对。我在医院养伤，住了大概一个月。这段期间，我想了很多，也领悟了很多，对很多的事情都开窍了。因为人能够活在当下，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很多人都忘了，其实我们都是幸福的。当你经历了真正的痛苦与折磨后，才更加知道幸福和平安的可贵。当你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感恩生活，感恩遇到挫折能使我们更坚强，你就能够体会到当下的我们是美好和光明的。感谢上帝让我重拾我的生命，我知道你让我活下来是有原因的。我也会更加珍惜生命，用我的创作去感染大家，去爱每一个我身边的人事物，给予他们最大的关心和爱心。能够再次见到你们，不过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我要离职了。为什么老师你在这里不开心啊？为什么为什么好的要走？我们很需要你耶。老师别走嘛，你走了我们就像流浪的小猫没人照顾。哎呦王老师，那我不是完全没有心念书了，你是我的动力耶。老师不要走啦，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老师是有苦衷的。什么什么苦衷？苦衷哦，说啊。老师，你就告诉我们吧，我们会体谅你的。其实，我就是你们当初怀疑的钟胜钟。哦，原来哦。对啦，竟然猜对了，都讲你是钟胜钟，你还讲你不是。原来是真的。很抱歉，我并没有表露我的身份，是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好老师就要撇下当歌手的身份，好好的教你们。接下来我就要回去吉隆坡，好好的继续创作，唱更多好听的歌给你们听。你们一定要支持老师好吗？虽然我们大家都很不舍得你，不过老师，我们一定会支持你，我们一定会挺你的。Yeah, support. 老师，我支持你。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很会想，
再多一个星期，老师就要走了。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哦。老师，你在走之前，在Sarah这边开一个群称呼一下啦。老师，你这边有很多人喜欢听你的歌吗？对呀，我的偶像老师，你就答应嘛。其实，在我醒来的那一刻，我也觉得人应该把握当下，能够活着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在休息的那段期间，我也写了一首歌，是特别送给你们的。哇，太感动了！我们要听，真的吗？哎，现在唱，现在唱。不过，老师需要一个女生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你们觉得是谁？可是老师，我怕我破坏你的歌哎。可以的，可以，没问题。好啦，既然那么有诚意，那我就试试看喽。那太好了，谢谢。等一下我们放学一起筹备啦，一定有人去看的。好啊好啊，那放学后我们大家一起筹备好不好？大家好，我是钟胜钟。没想到这么久没有办活动，大家都还记得我，非常的抱歉。前一阵子我因为创作失去灵感，遇到了瓶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想要放弃创作。后来我因为头部受了重伤，进了医院，昏迷了7天。当我醒来的那一刻，我才忽然发现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学会把握当下，把该完成的梦想、该做的事情都一一的去做好它。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不要浪费时间，努力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很开心来到这里，认识了这群非常可爱又简直的学生。你们知道吗？你们不是烂学生，世界上没有烂学生，只有放弃自己的学生。你们是可以的，加油！接下来我要送上这首歌，也是我自己的创作，献给你们的歌，最懂我的人。特别的角落给你，好天气暴风雨不见不散的关心，我幸福我怀疑都留下你的见证。最懂我的你，明天还是要继续爱给了原谅的眼睛，最懂我的人，我也要好好珍惜。在多变的世界里，只有真心是不变的距离。留一个特别的角落给
们。老师，我们大家都一定会很想念你的，你一定要记得常常回来看我们哦。嗯，一定会的。谢谢你。不要这样啦，你们这样子，影响走的安心。小玉，不要再惹事了。好好努力读书。阿凯，老师，别走。我最放心你的，他们有什么不会，记得教他们啊。我照顾自己。好，阿三。老师，我都不算你。不要哭，多多照顾自己啊。我这也是。嗯。大勇，来，老师，不要再捣蛋了，用功读书。那客气了，继续加油。嗯。Guess what？ 我真辛苦了。你喜欢跳舞，除了跳舞，也要努力读书，知道吗？欧阳哥，不要只会看女生，努力求学。再见，拜。都要照顾自己啊。生啊，你怎么变成女生了？我们医生打太多荷尔蒙剂了嘛？是啊，有点。那，好呀！医生救我！医生快来救我！我要回答小朋友看。关心我幸福，我怀疑。你们两位同学，现在是地震吗？我说朋友下不可以吗？就喜欢胶啊，吃香蕉啊你，吃香蕉你，吃啦！哎呦，顾老师，你觉得我是最漂亮的班花吗？三，赶快打电话给他们报信。对对对。哎呀，你们做到了！我兄弟泡妞的事，你们少来一点。Hello, hello, man, 快出去！大勇，到我进来了，到我进来了。哇，怎么级别啦？哇！你是第一手消息，我坚强，我贪心，但我不能忘记。哈哈哈哈哈！别识货。表演什么？太感动了，我们要请。Action！ 太感动了，我们要请。王老师，王老师，